我的家在新疆，就住在天山脚下。每天开窗就能看见博格达峰。周末的时候会去大巴扎逛一逛，它位于首府乌鲁木齐，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巴扎，被人们称作新疆之窗。漫步街道，人群熙熙攘攘，集市上有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，乐器、铜壶。走进这里，就仿佛穿行在流光溢彩的童话世界。流云走走停停，时间不疾不徐。仲夏的清风拨动古老的琴弦，我听见跨越千年的吟诵在群山间回荡，我看见热情奔放的舞姿在笑容中绽放。马纳斯慷慨激昂，英雄的传奇在天地间回荡。置身于京剧的世界中，我领略到了上下五千年的魅力。一曲梨园，余音绕梁，宫商角徵羽生动千年。一袭水袖，轻舞霓裳，生旦净末丑，演尽百态。行走在街头巷尾，我触摸到了古老文明的缩影。一双巧手雕云刻月，方寸间的风土与人情，在玉石里行走，在泥土间穿行，在面塑中重现。他们带着丝路的印记，跨越时空，凝聚在纵横交错的纹路里。有人问我，新疆有什么？它有纵横辽阔的山河，有指尖流转的艺术，更有四方汇聚的文明。也有人问我，你最喜欢新疆的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我最爱这里的人间烟火。穿行在古城小巷，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。炉窑上的陶罐，刀锋下的木雕，一碗清茶，一段悠扬的旋律，一桌宴席，一缕升腾的炊烟。我爱我的家乡，在这里，时间放慢了前行的脚步，
藏于生活中的文化瑰宝，让平凡的日子也变成了诗。星辰轮转，四季更迭，千百年人来人往，新疆的记忆不曾更改，旧有的风俗与生活化作律动的舞姿，变为精巧的花纹，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栩栩如生。穿越沙漠，翻过雪山，跨过长河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，让相隔千年之遥的古与今相连。一带一路贯通东西，让相距万里之远的心与心相拥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这是古老与现代的交汇，也是诗意和智慧的交叠。流淌在岁月里的精神血脉，绚丽于千百个村庄、无数个城镇、数百万个家庭中，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。那里有殷实的生活和幸福的笑容。